闹钟调快五分钟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和合作伙伴约好时间，却因为路上堵车迟到了几分钟，给对方造成了不好的印象。为了多睡会儿懒觉，着急忙慌地赶到公司，打卡的时候却撞上了你的上级领导。要出发了，还没打包好行李，到了机场才发现遗忘了重要物品。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儿，但它轻则会影响你一天的好心情，重则对你的生活造成不小的损失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时间的现实感，不同的人对时间的现实感不同。那些有进取心的人，自信心的人，他们感受到的一分钟实际上只有58秒，而那些处事散漫毫无规划的人，心里感受到的一分钟实际长达77秒。而这19秒的差距足以影响你时间的管理和行程的规划。所以如果你习惯性的迟到或者有拖延的毛病，我建议你把闹钟往前调5分钟，凡事儿提前5分钟去做。开会之前花5分钟时间准备好相关材料，汇报工作更有章法。约会的时候提前5分钟出发，彰显了你对别人的尊重。上班的时候提前5分钟出门，能更早地进入工作状态。所谓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给自己留一些缓冲的时间。每天提前5分钟，一辈子积累下来也将是受用无穷的一笔财富。远离咬人的狗。听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，不要和垃圾人争吵，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样的水平线上，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。你在生活中一定也遇到过这样的人，跟他讲道理讲不清楚，跟他争辩你又无法说服他，3-5回合过后不欢而散，你心里憋了一肚子气。因为不同层次的人真的是无法交流的，你硬要和他去争对错辩输赢，那就是你的错了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狮子看见一条狗，赶忙躲开了。小狮子很好奇地问，爸爸，你敢和老虎猎豹争雄，为何躲避一条狗？雄狮问，孩子，打败一条狗光荣吗？小狮子摇头。让狗咬一口倒霉不？小狮子点头。既然如此，干嘛去招惹一条狗？故事虽然粗俗，但是道理讲得很清楚。卡纳基说过，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。生活本就是一场艰难跋涉的旅行，不要只盯着鞋底里这不值一提的沙子，而忽视了眼前的风景。有一首诗说得特别好，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3尺又何妨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在这些烂事上纠缠，他们懂得要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定期整理书桌和房间。曾经关注过一个北大的学霸，想向他讨教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给出的第一个方法不是叫我丢掉手机，也不是集中注意力，而是定期整理书桌和房间。他说，
一个人身处的空间，往往是他心理空间的映照。在一个漂亮整洁的书桌前，更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虽然这可能仅仅代表他的个人看法，但是我也看过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，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，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。其实也不无道理。想想，假如你的书桌长时间不整理，上面遍布着你吃外卖的油渍，堆积着一些无用的资料和书籍，是不是连坐在前面的欲望都没有？反之，如果你花一点点时间去清理，丢掉无用的东西，把书籍都摆放整齐，在电脑前放一株绿植，坐在前面心也就放空了，就更容易投入学习，而不会被周遭的环境所分神。我们常常倾注感情在物品上，所以物品的增加也会增加我们情感上的负累。所以整理房间也是在打扫心情。当你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房间不再凌乱，物品不再碍眼，你目之所及都将是美好的画面。当你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做到断舍离，就能为更多更美好的事物腾出空间。心里的空间多了，阳光才能照进生活里来。学习记账和理财，当代人最大的安全感来源无非是手机有电，车里有油，兜里有钱。那么如何做到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呢？第一步就是学会记账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，明明觉得自己一个月啥也没买，到还花呗和信用卡的时候却被账单吓了一大跳。移动支付显然是让我们的支付行为发生得太简便了，花现金和刷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一天一杯的咖啡奶茶，一年下来就是小一万。冲动之下买的打折的衣物，看似便宜，积累起来也很贵。所以我提倡大家养成记账的习惯，把你花的钱摆到明面上。当你开始记账，你会发现你的钱包都是被你没注意到的东西掏空的。有人觉得记账很麻烦，但是市面上很多记账 APP 已经很便捷了，能直接绑定你的银行卡和支付宝。一个月下来，看到账单，你会明白你在哪里花费的钱最多。另外，你要学会理财。有句话叫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千万别以为没钱就不能理财。要记住，多钱有多钱的理法，少钱有少钱的理法。挣钱是本事，能存下钱，钱生钱，更是大本事。睡前不要玩手机。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，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刷会儿手机放松一下。但是科学实验告诉我们，玩手机不但不会让人放松，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。美国的睡眠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睡前长时间玩手机对健康和心理产生影响，使抑郁的几率上升 20%， 焦虑的几率上升 14%。 而推迟睡觉时间会让失眠的几率上升 41%， 而睡前玩手机失眠的几率更高，达到了 82%。 那么如何戒掉手机瘾呢？我也给你推荐几个小方法。一，不把手机带进卧室。二，在床头放了一个小闹钟，
三，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看看书，看着看着你就困了。找到自己的凌晨五点。看过一个非常有意思调查，说很多领域的佼佼者早上起床的时候都在凌晨五点左右。百度的总裁李彦宏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，迪尼斯的 CEO 罗伯特·艾格每天早上4:45起床，作家村上春树每天早上4-5点就起床开始跑步写作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倒不是说提倡大家早上五点就起床，而是建议大家养成早起的习惯，早起一个小时去运动，收获一个好身材，早起一小时吃顿早餐，收获健康的好身体，早起一小时去阅读，收获更睿智的头脑，早起一小时去工作，收获更体面的事业。有人说，这世界上两种人最可怕，一种是坚持学习的人，另一种人就是坚持早起的人。任何领域最厉害的人，从来都不是最聪明的人，而是最能控制自己，比别人多付出一分努力的人。早起三光，脑袋光，脸面光，衣着光。晚起三慌，人慌，心慌，事慌。早起的人生简直赚翻了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智力上，而在行动上。为什么听过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？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了就有意义，而是做完才有价值。与君共勉。